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《金刚经》的上圣心法是天下一家亲的大导师，所以我们天下一家亲其实净土世界如何达到净土的世界，这是心安的世界，不简单啊。就很简单的比个喻，2016中华民国两个大活动，一个总统的选举，一个是立法委员的选举，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这是全民运动，包括赌场也在全民运动啊！每次的选举，大选举，国内外的赌场都在赌说哪一个会上，这是两极化哦。所以这个两极化的运动，这是我们来世间上走一趟人生，漂亮的人生或者烦恼的人生啊，推派两个在这里玩，你赌这边你赢了，这边输了，这边明天再赌都告一样啊，要钱还了，没有钱可以领，你就烦恼了。这都实相哎。啊，那么你选举选上了，啊，那接下来你的债务可以再拖延，给你再欠4年，这是实相。好，啊，那么你输了，你就开始要跑路。开始移民啊，开始到哪里东躲西躲，做到实相，这是人生从天上界来世间上玩这一趟，就不了解世间的这一些陷阱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我们没有本钱失败，我们也没有烦恼的本钱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才以当下传易经，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嘛。啊，大家学易经做事功德可顺心，这就实相，让我们从往上升
啊，往下滑，一个大导师就是要用心，用心就是意，知道对待。无论你当下是黄河将相，或是贩夫走卒，啊，我们来世界上走这一趟，都是我们的老师。你有本钱去接受烦恼的果，你不妨你就去玩一趟。烦恼来了，一生就很埋怨，很怨叹，有的结束了一生的幸福，这都是实相哎，这就是事实相者，非相。啊，非相者亦为实相。所以有人说：“哎呀，师父《金刚经》很难懂哎，是是非非，非非是哎，非法是非法，亦非法。”哦，所以你的对立的立场和对待的立场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没有这个烦恼的本钱，我们没有苦恼的本钱，没有失败的本钱，那你就来学易经啊！啊，我们在台湾各地开课学易经，啊，大家共修。学习实相的果是光明的，而不是黑暗的果。曾经有一位信徒来请示老祖师尊，啊，老祖老祖啊，我要知道我的老公啊，他现在到哪里去了？我要知道我老公当下的实相。金刚经有开示实相的，我要了解我老公的实相在哪里。嘿嘿，很简单。啊，做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你就成就佛果位。啊，诸恶啊，你都在做，众善不行的话，你绝对掉入地狱。易经是科学，是指我问这位信徒，你看你的老公在一生是怎么样？师父让我知道了。啊，我的老公做得很好，吃了吃喝嫖赌瘾，没有之外，其他都不错。结果我的老公吃喝嫖赌瘾无恶不作，那我知道我的老公就到地狱里面去享受了。这个实相就对了。你若不相信当下，你求佛求老祖啊，慈悲点七炷香，提供阿弥陀经，请老祖慈悲做主啊，十八层地狱啊阎罗帮忙弟子当下，要来证明啊，我的老公某某人什么时候往生，住在哪里，当下的实相在哪里。所以求慈悲，让我的老公某某人的魂魄能来到
大殿，好，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金莲座前，我要来印证。所以他就点了七炷香，好，跪在天宫府的外面向外祈祷，好，然后七炷香插在天宫楼。过了这个香还剩一点点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在大殿里面向王禅老祖求圣杯和问他的老公。你说老公老公啊，你现在已经来了啊，这个阎罗啊，这个地狱十八地狱的阎罗王啊，龙天护法都把你接到这里来了啊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当下的地狱里面，在那边享受？嘿嘿，他一直都刮杯啦，啊，一直刮连刷刮好多杯，拢笑杯啦。那是实相，笑就苦笑啦，好多实相苦笑。那么是不是在那里忏悔自我受罪？是的话，听你连连三圣杯啊，就连刷三圣杯，我们这信徒那就哭了。老公啊，好，告诉你，你在一生的时候啊，不要吃喝嫖赌，饮什么不良嗜好都没有啊，你一好好修行啊，结果你现在这样了，我也替你难过呢。啊，孩子回去，我告诉孩子们，他们也会难过呢。那怎么办？这就实相，掉进地狱的实相，自我反省忏悔的实相。所以实相有非相，这是真实不虚的因果律的法则，所以才有七月份依兰盆法会。啊，依兰盆法会就是佛的弟子目犍连啊，修到阿罗汉果了。有一天，他要去看他的母亲，结果天堂找不到，地狱找不到，啊，找到，一个在牢狱里面看到他的母亲，啊，这个很瘦，很痛苦。所以目犍连用神通力，他又拿水给他喝，拿到口就化掉了，喝不到。而拿东西给母亲吃，到口也化掉了，所以很苦恼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他就求佛，而佛陀呢，为他开示说：“你的母亲啊，多生来就是个奸佞，吝啬刻薄啊，一文一毛不拔，没有慈悲心，没有这些爱心，刻薄，所以世间的碎事享尽过了，就自己进入地狱界，恶鬼道的地狱世界。这就是实相。世间你做怎么样，死了自己的魂魄就进入地狱受苦，就是实相。所以目犍连就求佛陀开示怎么办。
那佛陀就告诉他，告诉目犍连，你要救度你的母亲，要从你做起，你要去聘请，用礼金去聘请高僧戒夺有修行的，好，然后你要供养斋串给人家吃，一个月啊，给人吃，招待过路的人的皇家，还要用钱来布施啊，给法师，法师再帮你们去转施嘛，连续一个月，然后请法师有修行的，将你母亲的灵接出来，为他开示念经，开示要忏悔，哦，这样的话，他的母亲，你的儿子就会看到自己的子女有修行，修善行，自己的子女啊，自己的孩子啊，那么的慈悲，有布施啊，给他做一个反省，在世间没有这一个慈悲与爱，坚定刻薄。道德是建立在平安的。啊，所以他母亲会一忏悔，人一忏悔，当下你就会超生，离开地狱界。果然，目犍连就用这个方式来在七月份啊，来超度自己的母亲，才有现在的七月，叫做大孝的节，大孝的月啊，在我们台湾来讲叫做鬼月，因为七月份所有的鬼道、地狱道全部放出来，来看到各个地方啊，都有普渡给他们看，看哦，给他们去忏悔啊，忏悔说我这一生就坚定不拔，所以要自己就掉入地狱，在恶鬼道。所以目犍连的母亲得救了，才有今天的盂兰盆法会。所以我们各地十方善知识、善心大德们啊，你们要进到大孝，七月份啊，有着比较正规的法会啊，道场在法会的时候，我鼓励你们啊，可以超度你们的多生父母。多生的父母不是只有这一生，这一生父母吃遍了很多，但是你多生的父母有的没有修行啊，没有这个宗教的理念，所以一毛一毛好，两毛两毛好，坚定不拔，那我们就啊，就离开色身以后，自己进入苦厄的地狱界，这都是实相哎。啊，所以我们七月份到了，七月十一日到十七日，在本维新圣教禅机山后里三宝寺，有七天的盂兰盆法会啊，若是各界啊十方善信大德，你们可以到三宝寺，本维新圣教后里三宝寺呢啊，都在定期的办盂兰盆法会啊，七天的两堂宝忏就是拜忏。三梁武帝啊，他请
智光禅师啊，人真写了，请那么多的法师写了啊，梁皇宝忏就是要超度地狱界受苦难的多生父母与亲友，这是天下一家亲，不分名扬两界。所以本为新圣教要各位同学们，在去年甲午和乙未年诵经1000万部啊，来消灾解厄伊波拉病毒，这个都是天下一家亲啊，我们不分阳界阴界，阴超阳就太，阴不超阳不太，世间就乱。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，我们大家都有个共同的本愿，就是建设人间净土的世界。人间净土世界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天下一家亲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实相，实相朝向光明天，不要进入地狱界啊，地狱界就烦恼的世界啊，在我们的光明的世界，天下就一家亲。这是《金刚经》所开示的实相啊，所以实相就是心安的果，心安的果实相。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啊，你们每个月定期回来参加共修，你们也是带着你们多生父母无量劫来空界灵魂界的眷亲眷友来这里，在佛前王禅老祖今年座前，大家了解实相。所以你要达到心安的境界，最基本的开始就是从反省忏悔，不要再发生。所以反省忏悔，反省忏悔是天下一家亲的基础，所以也是人间净土世界的最大的自我成就的工程师啊。所以实相就是心安的境界，净土的世界就是实相。啊，听无？哦，刚才一半有剩的听无？啊，所以各位同修，我要大家来一起参与共修，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如何去做，如何去修，如何去行。我们目标在哪里？就心安嘛。曾经有同修问我，师父啊，你维新宗维新圣教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啊？很简单的、啊，带到心安的世界，不是带各位到黑暗的地狱，到心安的世界，心安的境界，当下就是心安。学易经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嘛，你安心之后心才能安。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证，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，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，这即是佛所开示的实相。祝福各位。